何佳，33岁，呼伦贝尔学院英语专业毕业。主持人好，各位 boss 们好，我是今天的求职者，我叫何佳，来自内蒙古包头市，毕业于呼伦贝尔学院英语专业。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，我并没有从事我的本专业，我有14年的工作经验，但是我从事的都是旅游行业和传媒行业。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，我希望各位老板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有一个机会能够更大的提升自己。我的求职宣言是：舞台有多大，心就有多大。好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何佳。大家也注意到了哈，在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中间呢，坐着的就是何佳的爱人王伟先生。来，王伟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各位老板，你们好。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一句话来形容你的太太。我觉得她特别能干，然后第二个特别朴实，在任何的是不管是做事还是做人还是在工作中，我是最信任她的，我觉得她非常棒。我觉得她老公夸的有一句话，我真的觉得还挺感动的，因为太太就很漂亮嘛，但是她很少我们会把朴实跟漂亮的女生搁在一起的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职场上朴实我们会理解她就肯吃苦耐劳，然后不太计较个人得失，会愿意蹲下身子去躬身入局做很多事情，所以我就觉得她老公是给她加分了。你刚才自我介绍说毕业之后一直没有干专业的工作，一头就扎进了导游的行业。对，就一个问题，咋想的呢？我当时报考的学校呢是呼伦贝尔学院，因为呼伦贝尔呢它是一个旅游城市，我本来我的想法就是要考一个导游，然后我可以天南海北的去玩去逛，我可以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好有多美。但是我报考志愿的时候，我哥哥呢他跟我说，如果你要想考导游专业，那么你即使不学这个专业，你也可以考一个导游证从事这份职业，但是你要是报考了英语专业，你的英语水平会很高，而且在你以后的导游的生涯当中会对你很有帮助，所以我就听从了我哥哥的意见，报考了英语专业。在我大二的时候，我一次性报考那个导游证就考过了。在我大四的时候，我又顺利地考取了英语专业8级等级证。很牛啊！那既然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导游，咱们就来聊聊导游吧。我先问一下，今天来到非你莫属，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？其实我的求职意向呢是传媒类的策划或者是企划类的职业。你的期望薪酬和工作地点有要求吗？工作地点没有要求，薪酬，理想薪酬是8000+。问一下，跟王伟有孩子了吗？有了。孩子几岁啊？孩子6岁了。王伟，到别的地方去。哎呀，孩子怎么办呢？你接受吗？两个人今天来之前商量过吗？这个还真没商量过。哎呦，我觉得我是无所谓了，我比较支持他。他去哪我就跟着他跑玩呗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是唱歌的，我是做艺术这一方面的。对，所以你今天这个中国式求职，你是请了一个场外外援来。对，老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，有老公在，我相信我会表现得也更好。好，加油啊！希望你夫妻双方互相给予力量。说说导游的经历，做了这么多年导游，有没有比较难忘的经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？就是有一次我带着客人出团去西藏，到了西藏嘛，牦牛肉干又出名，西藏的药材也出名，很多亲戚朋友都找我带，我给客人就买东西都买了4-5箱子，但是马上返程了，最后一天，我。就是强烈的高原反应，客人扶着我，我都不能走，我只要一动我就会吐。我的客人最感动的我一点是啥呢？我拿了4-5个箱子给别人代购的东西，客人帮着我拎。然后当时我给我老公打电话，我老公看见我病成的那样子，他在家里面都吓哭了。然后这个列车到西宁会做中转，我们从西宁下车之后，客人不顾一切的把行李放在火车站，然后客人带着我到了西宁医院，没有车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，租了一个小旅馆给我，然后呢把行李放在旅馆里面，他们就会徒步走很远去给我买水果，给我买葡萄糖，给我买点燕麦，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暖心，人间还是处处有真情的。其实他这个反而反映了他职场的一个优点，
因为本身这不是这个叫做职场关系了，就是这个叫做服务关系，而是朋友之间的关系，就证明你前边的这个工作其实做得蛮好的。对，我现在专门有一个群，这一个群里面全部都是我曾经带过的客人，在这个群里面我的客人他对我的认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。我的客人现在就是在群里面他会问说，何佳你什么时候带团，你去哪儿，他不说他想去哪儿，他意思就是他每次意思对你去哪儿我跟你哪儿。那跟你来非你莫属了吗？没有，但是他会收看到我的节目。哎，这个做的对，以后啊如果再有朋友来参加非你莫属，你就组个团。第一啊，要给我们天津的旅游做贡献，哎，带大家逛一逛我们天津的这些美景，五大道啊，天津之眼啊，古文化街呀、啊。其次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哈，来参观一下非你莫属的主持人啊。何佳，你对客人好像特别好，但是我听了一下，你好像去的地方都是七八天深度游，那你老公孩子怎么办？我老公还是比较支持我的工作的。我在家的时候呢，孩子都是我来辅导作业呀，照顾生活起居。我不在家的时候呢，我老公就当又当爸又当妈。你俩是怎么恋爱的？我老公他在工作之余嘛，他以前也会做一些歌手呀，在会参加一些活动啊，做一些驻唱歌手。然后我在导游行业的同时也在做传媒嘛，也在给企业做一些策划的大型的活动呀，促销呀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在活动当中认识的。这个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啊，因为你的履历里面写2007年到2010年应该是这个旅行社的工作，2007年到2014年是文化传媒公司，就你一开始就介绍同时做两份工作嘛，所以你是怎么平衡这两份工作的？你的时间配比啊，投入是怎么样的呢？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，是专职在做导游，因为当时除了上学，就是在做导游，没有什么其他，它不会说很影响。当我毕业了之后呢，我自己开了一个婚庆公司，当时是只做婚庆的。从我做婚礼策划的时候，我已经这个我的导游职业已经不是说在旅行社是固定上班了，因为我已经可以做到自由职业了，所以这个时间是可以穿插开的。好，各位企业家，根据我们的求职者何佳刚才的表现，在第一轮的最后请大家做出选择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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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非常棒。